龙平水稻博物馆位于浏阳河东岸，是浏阳河东岸风光带的核心景观，在人民东路、京港澳高速和滨河路合围区域内。其外观由六个形似倒立的建筑组合而成，饱满的金色稻谷排列成绽放的稻花形状，让浏阳河畔更添诗意。博物馆内有水稻历史文化展厅、水稻科技展厅、袁隆平与杂交水稻展厅等三个基本展厅，是世界首个以水稻为主题的博物馆，向免费向市民开放。